美国总统川普祭出钢铝关税，试图阻止中国钢铁进入美国市场，打坏市场价格。但此举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没造成多大影响。根据消息人士透露，有不少中国企业早就转往海外生产钢铝产品，以避开高额关税，直接将产品销往欧美市场。以中国国营企业和钢集团为例，他们买下东欧塞尔维亚的钢铁厂，里面有部分钢铁产品都输往美国。虽然塞尔维亚出口的钢铁需要缴 25% 的关税，但相较于美国对中国国内生产的钢铁开征 200% 以上的反倾销税，简直是小巫见大巫。另外，这也能让企业免税进入欧盟市场，一举两得。川普祭出钢铁税，其中一个原因是想避免因为中国钢铁生产过剩，打坏全球钢价。不过，这些转移国外的厂商背后又有当局补助款支持，成为一带一路建案的独家供应商，扩展中国在欧非亚的影响力。以不锈钢为例，不锈钢产能早就已经过剩，但中国的青山集团印尼不锈钢厂还是大量增产。另一间江苏德隆也在印尼新建厂房，光是这两家工厂就让全球不锈钢产能年增 9%。 由此看来，转移重心的中国工业链还是会继续大量生产，供给过剩的问题依然存在。看来川普想制衡中国得再另寻出路。新闻时事报段友如整理报道。